好，我们看这题哦。他说有个数列写出来13715311，求出第 N 项怎么算？其实哦，你观察一下，像这里有成等比没有？也没有成等差，所以不成等差，不成等比，麻烦用什么？用递回关系找找看规律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第一项是一，第二项你看一下，第一项是第二项怎么写？第二项哈、哦，可以把从第一项再加几二。第三项呢？第三项它比第二项要多加几四。第四项呢？第四项它跟第三项多加几八。那第五项呢？第五项跟第四项再多加几16，看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以此类推。那老师想请问一下，第 N 项它等于第 N 减一项再多加几啊？你观察一下齁、哦、这2没问题。四这八十六有什么规则？这四刚好可以写成2几次2次。八可以写2几次3次。16可以写成2几次4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看一下。所以说这第二项等于第一项加上2。第二项乘第三项乘第二项加22次。第四项是第三项加2了3次。第五项是第四项加2了4次。这第 N 减一项，这第 N 项等于第 A 的 N 减一项再加上2几次。这边写1是2了1次。2 2次。3 3次。4 4次。N 减一，所以 N 减一次是少数规则啦。找出规则之后麻烦把怎样相加。一加起来等号在这边。A1A1A2A2A3A3A4A4 是消下去了。所以 AN 怎么写？它可以写1加2加2的平方加2的三方，这加到2的几次 N 减一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告诉我，这刚好形成一个什么现象？等比现象。所以总和怎么算？它等于 A1首项是几？一乘上，好不好 ？A1 乘上 R 是几？二，行不行？几个啊？从一二二的平方加二三到二 n 减一算几个 ？n 个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是二的零次嘛，零一二三数到 n 减一，所以几个 ？n 个，减一除以 R 减一就好了。二减一是几？一。一分之要写不用，所以第 N 项等于2的 N 次方减几，一，这个答案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要把这边看一下。